後部後邊邊啊？我想咬自己嘅歌。Yeah. And I want to like學業進步。學業學業進步。進步咗嚟嘅，進步緊。有咩話？入場。入廠。入廠。Sorry。唔緊要。Sorry。入場。搶。有咩新年新目標啊？新年新目標啊，我唔知道，我想樣樣都再繼續做好啲啦，繼續進步啦。我希望其實應該唔算係目標嚟嘅，我純粹係希望新一年會可以有機會去做到自己想做嘅音樂咯，即係有多啲 options 啊，或者有咁嘅 freedom 啦。好多喎，我想新年見多啲，新一年可以見多啲我啲朋友仔啦，同多啲屋企人食飯啦。我想翻歐洲，但我預咗我自己嚟緊呢幾年都唔會 travel， 除非有人邀請我去歐洲表演，咁就唔同啦 ，right， 係啦，快啲邀請我去外國表演啦，咁我就可以以工作嘅名義去埋旅行。揾少少時間先落去去旅行都好，唔係好有咯，因為其實點講咧，即係除咗喺公司安排嘅工作之外，咁我自己本身拉小提琴噶嘛，咁其實本身都已經唔係好多機會去旅行。我以前去生旅行都係因為做嘢嘅，其實我都係去演出，跟住加多一兩日就喺嗰度玩咁樣。咁而家其實都係咁，咁同埋我都係覺得始終啱啱開始踏入呢個行業嘅話，就努力啲先咯，以後大把時間去玩。